好，各位同学，下面看到71页的例题五这边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因为计算上我们要用到根号，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。他说呢，有个同学利用乱数表模拟投掷一枚不均匀的硬币20次，所得的结果如下表。哦，看到不同的一个数字的时候呢，有正反正反的一个记号。假设这个硬币出现正面的几率是 0.4， 则请问样本出现正面的比例。和第二个小题，在 95% 信心水准下，真正出现正面比例的信赖区间及检查是否包含母体的 0.4。 所以这边样本出现正面，我们去数一数，这边加号有几个，1,2,3,4,5,6,7,8,9。 所以我们投掷了20次，正面出现9次，所以我们 P head 就是20/9，也就是 0.45， 就 0.45。 第一小题是样本出现正面的比例。好，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利用到我们的前面的这个信赖区间的公式去做 P head 加减2根号 N 分之 P head 乘上一减 P head， 对不对？所以 0.45 加减2根号，现在丢20次，看到正面 0.45， 没有看到正面就是一减 0.45， 也就是 0.55。 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透过计算机计算可以算出来大概是 0.222，所以把 0.45 去加减 0.222， 可以得到一个区间是多少？ 0.45 减 0.222 和 0.45 加 0.222， 可以得到 0.228 和 0.672。 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实际的母体的 P 是 0.4， 我们就检查到它会符合在 0.228 和 0.672 这个范围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结果确实满足在 95% 信心水准下的一个信赖区间，0.228 0.672 会包含 0.4 这个数字，包含 0.4 这个数字。好，那下面我们请看到71页的随堂练习。随堂练习的这个问题也是一样，他说呢，模拟去丢一个硬币均匀的硬币20次，然后呢你会有不同的正反面的一个情形，蓝色代表正面，红色代表反面。好，假设这个硬币因为它是均匀的，所以它几率是 0.5， 对不对？则样本出现了正面比例，还有在 95% 信心水准下真正出现正面比例的信赖区间，并检查是否包含母体的 0.5， 包含母体的 0.5。 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老师已经旁边已经写一下，就是所以71页随堂练习这边的话呢，它的 PA 是我丢了20次，我们在这边去数它的加号，出现1,2,3,4,5,6,7,8,9,10,11， 所以总共会有11次是出现到正面，所以它的 PH 是20/11，也就是 0.55， 所以第一小题回答 0.55 就可以了。那再来第二小题，我们去计算 95% 的信心水准下的一个信赖区间为多少，我们把公式带进来， 0.55 减掉2倍根号，投掷20次，然后呢 0.55 是 PH， 所以1减 PH 0.45。 好，一样 0.55 加上2倍的根号，20/0.55乘上 0.45。好，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请同学就用计算机把它按一下，好，把它按一下，那可以大概算出来是 0.328 和 0.772 的一个范围，注意 0.328 和 0.772 这个范围，那它确实是会包含我们题目设定的 0.5 的这个几率值，好， 0.5 的这个几率值，所以本题这个答案是对的，好，本题这答案是对的。